大圣才在要用金箍棒嘛，他要穿这一套，这一套就行了吧？有没有穿错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穿错。还是怪。 OK， 现在有了，然后它就会积满额外的4阶，然后接下来就有音效，然后接下来1分钟内就可以这个用4阶。 就是这样子，有一个音效啦，然后1分钟内，差不多1分钟内可以用4阶的蓄力攻击，特殊的，在8阶附近使用啊。 就在8阶附近使用也会有特殊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我试试看啊，我去找8阶啊。传送到第3章应该就有他了。传送苦海北万这边他就跟着我们了。他那边会跟着我们吗？还是他剧情不会？ 不会，因为他现在剧情是被抓走的了。